要的分享的题目是觉醒艺术与禅意设计。这个题目应该是说把佛法的智慧和大家的专业更加紧密的把它连接在一起。我们讲到这个觉醒艺术、禅意设计，禅的智慧就是一种觉醒的艺术。所谓觉醒的艺术，我们今天上午啊，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那么说到这个佛法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佛法的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从迷惑的生命走向觉醒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种智慧对我们搞艺术有什么好处？跟我们做设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从我们搞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我们从事的艺术啊，大体呢可以把它分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和当代的艺术。那我们知道传统艺术是比较追求美，重视美，当代的艺术呢求真。从求美的角度来说，那么觉醒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艺术的境界。我们知道尤其我们中国古代的艺术，像绘画啊、书法啊、雕刻啊，都非常重视意境、思想境界。所谓意境就是思想境界。那么佛教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的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一直都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论是从作品的题材，还是这个从这个作品的境界的提升，佛法的这种空的智慧对艺术家思想境界的提升，对真善美的追求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从当代艺术来说，我们知道当代艺术是要探究这个对人性啊、对生命的价值啊、对世界的真相啊，有很多的这些探究和思考。那么很多当代的艺术家，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些探究和思考形成各种各样的作品。
但这种作品呢，可能多半是表现的是艺术家们的一种困惑，一种无奈。因为对人性的认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如果缺少一种大智慧，这个问题是想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会带着自己的困惑，带着这种思考，把问题提出来。但是问题提出来之后呢，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没有大智慧，我们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我们有可能，我们不仅找不到艺术的出路，同时我们也找不到生命的出路。当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如果缺少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呀，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没有意义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人性的丑陋，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生命的虚无。那么佛法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真相，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命的出路，找到生命的出路。这个是从艺术的角度。那么从这个设计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呢，它应该也会包括这个两个方面的设计。一个方面呢，是这个生活用品的设计，艺术品的设计。还有一个方面呢，是生命这个产品的设计。就是当然我们多数的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没有意识到生命也是一个产品。或者说生命这个产品也是可以设计的。当我们说到这个生命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你的生命产品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还是一个通过设计之后的艺术品？但是我们多数人，我们可能一直在从事创作，我们会创作出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如何去认识自己的生命，如何去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优秀，更加美好，或者说我们能够通过设计的之后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强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完全有可能做到了。因为佛法呢，它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并且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重新认识生命、改造生命的方法、智慧和修行。那么从产品的设计的角度来说，从艺术品的设计的角度来说，那么佛法的智慧，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对传统的艺术还是当代的艺术，佛法的智慧它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惑，提升作品的境界，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智慧。所谓开启智慧，就是开启这个创作的源泉，让我们更有智慧，能够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创作的主体，你把这个东西搞定了，那你的创作就会变得更容易。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这个探讨觉醒艺术与禅意设计的
这个禅意设计的这个主题的这个意义所在。